万一要有了，这生个小孩，这我可有玩的呢。来来来，快请进。哎呀，到我的公司来，千万不要客气，把这儿当自己的家一样。哎呀，潘总，你跟我客气啥呀？我也没拿你当玩意儿。这个话说的还不错。我说罗，哎，你叫啥名？这名老长了，我记不住。我叫罗伯特·凯尔普里·琼斯，你直接管我叫罗伯斯就可以。罗伯斯好。萝卜丝串气呀、啊！我最喜欢萝卜丝串丸子了，没吃过，他还挺幽默。快请坐。哎呀，我说萝卜先生啊，你一个外国人能到我们中国来，说实话真挺不容易的。自从咱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开展之后，全世界都在看中国，老外都往中国跑，生怕来晚了被落下。这就对了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节骨眼你跟我们家潘阳做买卖签合同正是好时候。这次主要就是想跟潘阳把合同签完，没想到你们家公司还是家族企业，之前没听潘阳提起过。哎呀，潘阳这孩子呢做事一向很低调，我之所以把你请到我的公司来，就是让你相信我们家是有实力的。你跟潘阳无论做什么买卖，签什么合同，都是很安全的啊。爸，爸，这你怎么把萝卜丝先生拉这儿来了？我把萝卜请到我的公司，让他看看怎么了。你公司啊？这不是我拱叔公司吗？那个萝卜先生，你赶紧。那个喝点加多宝啊。什么情况啊，爸爸？过来、现在是我的公司。我这不现在怎么就成你公司了呢？你不是我拱叔司机吗？我让你呀、啊、帮我把萝卜丝先生接我那儿签合同。不，你在这捣什么乱呢？你这怎么能是捣乱呢？这不是为了给你撑场面吗？你说你那小公司刚刚起步，把萝卜请到你那儿去，你说那买卖还能做得成吗？合同还能签得成吗？是不是现在做生意讲究的是实力？虽然你老爸没什么实力，但是我不能让我姑娘输在起跑线上。那你也不能骗人家呀。我没骗的，我就说这是我的公司，我也没说我是公司老总啊，是不是？你千万别跟他说我是假的啊，你买卖做不成了，听爸安排啊。不，等会儿，万一一会儿我拱叔回来了撞上了，那肯定得生气呀。不可能，你拱叔跟我的关系老好了，再说了，他今天坐飞机去外地出差了，是我亲自开车把他送到机场，顺便把萝卜先生请到我的公司来的。我就不相信他咋那么巧哦，他回来了碰上了，不可能。来这情况，萝卜赶紧跟潘阳抓紧时间看看合同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赶紧签啊。喂哎呀，我说老婆呀，是我呀，由于天气的原因呢、啊、飞机不飞了，我又回公司了。哎，另外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老潘司机啊说要用一下咱的车给他女儿办点事儿，一会儿呢你就到公司办公室来接我啊。好，就这么着了。哎呀哎呀，那你当那你当那你当你当那你当那你的。哎，老潘，你不是说开车带女儿出去办事吗？咋在这儿呢？哎，老潘，我跟你说话呢。你叫谁老潘呢？虽然咱俩关系很好，但是你在公司里叫我潘总。潘总，你这是跟我说话呢吗？我不跟你说话，跟谁说话呢？跟那个萝卜，你赶紧，你再喝点水。过来，咋的呀？你喝了，喝大了。我问你啊，你小时候是不是孤儿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是吃我妈的奶长大的？对，你妈那奶都喂我了吗？我妈把唯一那点奶分了你一半啊！你长这么高，我长这么矮，你是不是应该有责任？哎呀妈！那你要这么说，我是应该负点责任。不，
你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，你到底啥意思啊？是这么回事啊，我姑娘潘阳今天跟那个外国人呢做笔买卖，是不？我就想借你这公司给他撑撑场面，是不是？那什么，我们签完合同马上就走，咱不能让姑娘输在起跑线上。明白了，这忙我肯定帮，够意思，应该的嘛。哎，萝卜，我也介绍一下啊，外商啊，萝卜先生，这是我的司机老巩。哎，这也不是外人。你好，老公。老公。外国朋友讲话有点口音，老公老公分不清。没关系没关系，坐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一个外国朋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真是不容易啊。怎么样，到我们公司看了一下感觉还可以吗？哎，感觉老好了。来来来，喝点水。好好好。潘总，您怎么粘着呢？啊，对，他平时就应该这样粘。说坐就坐下来。哎呀，对不起，潘总啊，我不是故意坐的，我是坐下给你擦擦椅子。萝卜先生呐、啊，我们潘总啊有洁癖，爱干净。哎，潘总，你看这坐，我错了。哎，坐慢点。哎呀，这位女士长得真漂亮。漂亮。这位是啊，我媳妇儿。什么？那妹妹，潘总的夫人，我们的老板娘。哦、潘总夫人长得真漂亮。哎呀，漂亮啥？一般人，这是别人把这照片 P 上去的。什么 P 上去的？我媳妇儿她就是不是，你媳妇儿她就是漂亮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萝卜先生，你是没看见呐。哎呀，我们老板娘要是往这一站，那是光彩照人，个头高挑啊。哎，别轻她吹啊，高挑不了哪去，还没我高呢。没谁高啊。还没他高呢。哎，对，你咋来了呢？你不是让我上公司来接你吗？老公。老公啊，对呀、啊、老公，他说话跟你一样也是有口音的，老公老公分不清，是吧？老板娘。我是你老板娘，你能不能不说话？现在听我的，我正式给你介绍你现在的老公。你说啥呢？你疯了？不是我疯了，是老潘疯了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我小的时候是吃老潘他妈的奶长大的，他妈把奶都给了我了，所以他才没长起来。我长这么高我是有责任的，因此他把姑娘就带到咱公司了，不想让那姑娘输在起跑线上，因此他就跟那我你有那你明白没有？你咋那么笨？老潘。哎、欸，不，潘总，你夫人有点事儿问你。潘总，娟儿啊，这样，我就演一会儿老总，你呢演一会儿我媳妇儿，是吧？我姑娘呢现在跟着老外正谈笔买卖，是吧？那个什么，那个咱得给姑娘撑撑场面，明白没？啊、哦，你这是为了女儿的一片苦心啊！明白了，咱帮她。一定啊，太够意思了。那个萝卜，给你介绍一下啊。这个我媳妇儿小娟儿、啊、这是萝卜先生。罗先生你好、啊、你好，到东北来还习惯吧？老习惯了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亲闺女啊，潘阳啊，潘阳、啊、这是你妈，你们认识一下。哦，闺女你好，欢迎。妈妈你好，打扰。你们一家人平时也这么客气吗？像不认识似的呢？怎么能不认识呢？啊，我们中国有这样一句成语叫相敬如宾，他们一家人就是这样的哈，应该是亲密无间。当然了，在你面前不太好意思，就不要那么客气嘛，应该亲密一点嘛。哦，对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啊。我够不着。坐。潘总啊，能不能别老傻笑，说点啥呀？哎，这潘阳，你看你妈都坐着半天了，你是不是应该跟你妈说点啥？
亲爱的妈妈，您今天都去哪儿了？怎么才过来呢？亲爱的女儿，快过年了，我上街给你爸买了件衣服。那啥，你穿上试试。这儿呢，这儿。哦，对，给你买的，你穿上试试。媳妇儿给我买衣服还用试吗？是吧？那肯定正好啊，那。你看正好。爸。啊。你穿上老正好了，看着跟连衣裙似的。你别管像啥，我喜欢，是吧？小娟啊，你看你买了衣服，我也试了，是不是？你要没啥事，赶紧回家吧。我让我的司机老巩送你回去。放心吧，潘总，我保证安全把夫人送到家。OK， 走走走走。再见了，妈妈。再见。呀，我不能回去。为啥？我跟儿子约好了，他取完照片到这儿汇合。你怎么能让儿子？儿子？潘总，您还有个儿子呢？有龙凤胎吗？那个娟儿啊，你赶紧回家吧，别让儿子上来，上来就麻烦了。哦，对，我走了。妈，哎，这咋还把门关上了呢？那啥，照片我取来了，千万别跟我说话，千万别跟我说话。爸，你咋又回来了呢？你跟谁叫爸呢？你喝多了，逮谁跟谁叫爸呀？你可真是的，你我爸咋的了？那爸，是不是你喝多了？那个画啊，你先别说话，我先给你介绍个爸。妈，你说啥？那个，你听妈说，现在你爸已经不是你爸了，你潘叔才是你爸。有些事儿你不太知道，你爸小时候是吃着你潘叔叔你妈妈的奶长大的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哎呀，老公。不是，老公，你跟他说，我说不清楚。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妈的话你没听明白吗？你给我记住啊，从现在开始，这公司不是我的了，是你潘叔的。你破产了。你妈呢，也不是我媳妇了，也是你潘叔的了。她改嫁了。你潘叔呢？也不是你摊叔，他才是你爸，生父呗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呢，也不是你爸了，我是你拱叔。听明白没有？彻底懵了。咱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呢？没法早说呀，都是瞬间产生的化学反应啊！这我也弄不明白了。那啥，老不是他爸呀？你快跟你儿子说一说，咋回事儿？这是，快！那个田阔啊，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，是不是？那个我这么矮，你爸那么高，他是有责任的啊！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爸。至于什么原因，晚上回家问你爸你妈就清楚了，是吧？来，你介绍一下，来，萝卜先生，来，啊。这是外商萝卜啊，你不认识。那个，这是我儿子潘天阔啊，你更不认识了，是吧？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你妈，你应该认识。我妈还是我妈呗。对。妈。哎。这是你拱叔。拱。哎，别拱了。叔。哎。那个，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妹妹啊，来，潘阳，来，叫哥。哥，哎呀，你这孩子咋的了？他应该管你叫哥。我家都这样了，我还有心情认人吗？拱叔啊，啊，那你看这全家福，他还挂上不啊？这全家福挂不挂？你别问我，你得问你爸呀。挂，那肯定得。潘总，这照片这在中国应该叫照片，好几个人堆在一起就叫全家。赶紧给我解释一下，快点！不是我那个，快点！那个萝卜先生啊，全家福呢就是一家人在一块照张相啊。你看这一家人啊，后边站着那个是儿子，就是他；这边坐这个就是妈妈，那就是他；那边那个就是爸爸，就是。
就是他为啥变成了他呢？哎呀，我明白了啊，你用 PS 把你自己 P 上去了。哎呀妈，你太聪明了。哎呀，拱叔，你们俩都别编了，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这人早就发现了。爸，你看看你，为了给我撑这个场面，把我拱叔他们家整的是妻离子散的。干什么呀这是？潘阳，你算是说到点上了。我跟你说，老潘啊，你都不如人潘阳成熟。现在做生意不能老一套，靠忽悠撑场面。现在凭什么？凭实力，讲信誉。对呀，老潘，你为了女儿的心情大家都可以理解，当父母的不都这样吗？但是有的时候啊，你得放手让孩子自己去闯荡，他们才是未来。就是刘德斯先生，对不起，做生意讲究的是诚信，刚才是我爸不对，但是我也有责任。这样咱俩这个合同就先别签了。啊，为什么不签呢？这不就是一个善意的玩笑吗？嗯，哎呀，你们别看我是个老外，有些事我老明白了。现在全世界都在推崇中国制造、中国建造，这两年又在振兴东北，搞东北升级，不就是特意想来东北，想好好发展一下子。哎呀，萝卜先生啊，我要知道你这样，刚才我何苦来呢？这家把我累的。哎呀，这为了表达我对大家的歉意，我请大家下馆子。不，既然来到我的公司，那应该我请啊啊！庆祝潘阳和萝卜丝先生签约成功。好，哎，还是我请吧。啊，我想尝尝那个萝卜丝穿丸子。丸子，对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那这全家福还挂不挂？哦，挂，必须挂，不仅要挂全家福，现在我提议啊，咱们再照一张大家福挂在公司做个纪念。来，好，来，听我讲啊，一。